边的话，客人刚才点了个牛蛙，嗯，哦，然后麻烦你们去抓一下了。啊，嗯、牛蛙，对，抓一下，对，没问题，抓几只？这边吗？来来来，抓牛蛙，抓点我。牛蛙倒是经常吃，但没抓过耶。方便的话，牛蛙也帮忙杀一下也行。杀不了，就是杀不了了。那你再帮我抓出来。没问题，没问题，没问题。来吧。好的。它会跳出来吗？我的妈呀！佛跳墙啊！佛跳墙，一大锅的佛跳墙，一大锅的佛跳墙。哥，我不怕，我那四个机灵机灵的，我肯定是开，让小斋来抓，快快快快快快，搞不了，这真搞不了，不行。少文没事，算了，没事，你可以的，来跟我说，我可以，我不可以。相信你自己，说我可以，我可以，大点声，我可以，我可以。男友看看哥，男友看一下，哥你男友看看，你男友。没事儿。啊我。抓一个也可以，我再送你个大长龙，也是上海名菜。你把它放进去就 OK 了，一眼一抓就来了。来，拿去，这样，看，一二三，啊！漂亮！啊！哇！小张，啊！哇！我发誓，我这辈子再也不吃甜蛙了，再也不吃牛蛙了。